大家好，咁今次就介绍钻石山站嘅车站指南嘅，咁就系2016年2月嘅版本，主调颜色应该就系一啲类似灰深灰色嘅物体，系啦，应该。咁咧，如果系大堂嘅话咧，应该系黑色嘅。咁上頂咧就會有啲白色扮翻啲鑽石咁樣啦，係啦。咁車站藝術我就建議佢整翻粒大鑽石。咁粒鑽石咧就係吊鑽嘅，係啦，似翻個山。咁背景咧應該係一座廟，咁呢度有啲係啦，唔知。OK， 唔知。咁我哋一揭開就係街道圖啦。OK， 咁跟住就係地標，我哋睇下我哋先。咩事啊？咁今次有個新格啦，係啦，咁樣啦，咁樣中間大啲空間。四架列車響曬喺度啦，斜斜地嘅，幾好。係啦，咁就先介紹睇一睇啲地標先。住宅交通工具同埋圖例 ，OK， 揾翻啲地標嘅位置同埋交通工具嘅位置。OK， 咁跟住咧，我哋再揭翻去列車服務時間嗰版，咁啊睇到一啲列車服務時間嘅。每班車開出前5分鐘唔可以入站，咁跟住就查詢，亦即係我哋所講嘅電話號碼。港鐵熱線2881888，鑽石山站嘅電話號碼，亦即係鑽石山站嘅車站查詢，就係2927-6321。好啦，咁車站大雕線，咁呢個站嘅有車站大挑戰嘅，我會舉行一個叫車站大挑戰。係啦，陣間再講。咁跟住我哋鑽石山站嘅位置圖啦。即是我哋所講嘅鑽石山站結構圖，牽引式升降機啦，王，係嘛？換咗啦，係啦。咁跟住行動不便乘客進出車站的安排，帕萊山。筲箕灣同埋尖沙咀，與人幫手，其他自己搞掂曬。跟住就係港鐵路線圖，呢個路線圖咧，就係
有人話鐵路 1.2， 有人就話鐵路 1.4， 亦都有人話鐵路 1.8 就最冇可能。OK， 咁跟住翻返嚟封面，咁今次嘅鑽石山站車站指南介紹就嚟到呢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